经常有朋友在后台留言隆基做不做储能，看完这个之后呢，您品，您细品啊。这是隆基的展厅里关于储能的部分啊，我们看到它的主题呢叫光储共生，一共列举了抽水储能、化学储能、氢能储能还有电动车储能四个方向啊。这是抽水储能的介绍，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科普，希望看完这个图片展示之后呢，您能 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。隆基认为呢，光伏储能加多能互补将成为人类能源最主要的使用方式。经常有朋友在后台留言隆基做不做储能，看完这个之后呢，您品，您细品，储能有点意思。